我回来了，你们先去把徐杰飞出来。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不行，我一定要对他狠。我不知道都没有跟我讲，我希望盗财，但是我都让徐杰飞不给我案底，不可以的，知道吗？你在说什么废话？我当然知道有案底，最影响监督啦。杰飞是不能有案底啦。我知道，但是但是我看你还是下面先做先吧，反正你就是江长才说大话。喂，马林，等最后一次都还给你的。 你们两个不要打电话我就好了，没事有事情就打来利用我，利用我的钱，你们不累到我很累啊！你闹够了没有？你不要再这种钱就给了不起哦，这不是跟布拉德讲话态度，OK？ 对不起哦，布拉德在我字典里是不存在的。你再发什么神经？你现在是说你没把我们两个当布拉德看待吗？你耳聋是不是？难道你要我再说多一次吗？布拉德在我字典里是不存在的。再说一次，布拉德在我字典里。 这次我们两个一定要救 Jeffrey。可是我们要怎么救他？其实我有办法啦。什么办法？哇，那么大胆！但我们也没办法了。Jeffrey 是我的男朋友，你的 brother， 我们不救他，谁救他？那 我们开始行动。 我是妖精，我是妖精，你死定了！我要把你给杀了！你，我是妖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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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死定了！我是妖精，妖精，妖精！我要回去操作了，我要回去操作了，我去操作了，我要回去操作了，我要回去操作了，我要回去操作了！神经病！我拿到了！天哪，方法这管用哎！当然啦。 你的爸爸这次找到一个又聪明又漂亮的女朋友。哎呦，怎么？你现在拿错文件了，这个是两天前强奸案的案子。哇，被强奸的竟然是一个老阿伯。喂，到现在有时间看这个？你还是还没有回警察局，欢迎再去找他。不可以，他一定会认出我的。既然你诡计多端，不然你去啊。就知道不可以指望你了。白色。 别跟我把手机丢掉，下面地啊！啊！好，好，好，好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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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嘉轩，原来他们会怀疑 Jeffrey 了，那我们不是白跑一趟？哎，至少我们知道 Jeffrey 平安无事，对不对？说的有道理，这是谢天谢地啊！